早晨啊。嗯，乜仲未有人翻嚟噶？其实件事是由这一下声开始的，野田部在台上一直没动过，而在他背后有兼同学的表情似乎很凝重。可恶，见到他头发那条分界就忍不住。做什么啊？你想劈下去啊？美术部新会员嗱，呢样嘢俾翻你。哎呀，我上个星期先借俾你啫，你觉得唔好玩咩？又唔系唔好玩嘅，但系我哥哥好似趁我唔为意嗰阵攞咗嚟玩啊！吓，仲用我个存档打低最后嘅大佬。你哥哥好犀利啊，佢好叻啊！哦，佢好似系呢度嘅二年级生嚟噶，借第二啲 game 俾我。点啊？已经冇事啦。是啊，多谢你的照顾啊。啊，是啦、啊哦、我想阻你一阵啊。去。哇，点解咁嘅？学校冇钱交电费咩？点啊，真係呢度冇错啦嘛。嗯，我哋美术部平时都喺呢度进行活动㗎啦。哎哟。啊，姚柱你都嚟咗啊。我叫鱼柱啊。乜今日冇课外活动咩？唔系，应该有噶、哦。你睇下，同平时一样都贴咗告示噶。哦，系、哦。吓、啊？其他人望到呢啲告示唔吓亲自己啦。不过黑成咁样嘅美术部，我都系第一次见噶咋。啊，嗰度好似有个人喺度啊。好、哦。唔、哦、知嗰个系咪会员嚟呢？虽然睇唔到样啊，但应该系会长嚟。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呢，会笠住个箱嚟瞓嘅人得一个。唔系佢，仲有边个啊？唔系啊，唔系啊，等阵啊，等一阵先啦、啊啊。你哋一啲都唔惊嘅，真系嘥晒我一番心机啊！我哋一入嚟就估得有古怪噶啦，前辈。切，耶！佢用咗成个星期嚟整呢身装束添啊！哦，原来系咁嘅。好啦好啦。开始课外活动，部长平时都系咁噶。嗯，冇错系。啊！究竟发生咩事啊？听到呢啲叫声，觉得背脊有阵寒风吹过咁。唔使理佢哋噶，佢哋只系喺度进行紧课外活动嘅啫。好嘢，终于吓到你哋，冇嘥到我哋一番心机。估唔到水渊同学都会咁啊！你哋而家真系好得闲咩？呢度啲嘢系以前啲前辈做落放喺度噶。吓，呢度全部都系？系卢同学上星期喺储物室搵翻出嚟噶。美术部啲前辈趁住制作展品嗰阵嘅空档，整咗呢啲道具出嚟啊！佢哋好犀利啊！
佢哋整呢啲道具仲勤力过整展品啊！谂翻你嗰阵，我成日都俾佢哋吓嘅。哇！加入美术部嘅洗礼，简直系心理阴影。呢次我都明白，呢个系美术部嘅传统仪式啊，而且仲好俾心机咁整呢啲嘢。讲真啦，我哋啲道具比起戏剧部嘅舞台置景组仲精细啦，只要有心就做到啊！呢件系我最中意嘅作品嚟啊，每日不同蒙罗丽莎。每日不同。如果就咁挂喺度咧，只系一幅好普通嘅画，但系里面仲有好多幅画噶。逐张逐张攞走面头嗰啲画嘅话咧，里面嘅蒙罗丽莎就会不断出现，呢个好恐怖噶。系啊，你哋美术部唔可以做啲正常啲、有啲教育意义嘅嘢嘅咩？真系离谱啊！都唔知佢哋谂咩嘅。点啊？冇事啊嘛？你嘅面色睇嚟好似好差咁。啊，我冇咩事，我只系有少少攰咁啫。系啊。你是宝川同学的朋友啊、哦、你是二年级生不是啊咁啱入嚟美术室撞到的咋。啊冇错啊我是艺术科 GA 二年级生听讲今日呢度有活动所以咪嚟参观一下咯。嚟参观啊你嚟得真係啱啦嚟啦坐低先啦。唔、好意思啊呢位同学你呢个妆可唔可以落咗先呢对唔住啊其实刘同学是一个冇咩机心嘅会长嚟㗎。细本老师，上次个学生今日应该去咗嗰度。嗯，等阵我会睇下佢噶啦。哦，嗰个学生咁嘅，有个好孱弱嘅学生，成日都会嚟揾我噶。好似系由一年级开始就好少翻学噶啦。一谂到佢张成绩表，第日都唔知点样见人好啦。所以我咪同细本老师倾咯，佢话俾佢参加课外活动，等佢嗰张成绩表好睇啲啊。如果今次顺利嘅话，应该多多少少都会锻炼到身体嘅。如果唔得嘅，最多咪帮我打定退学通知啦。吓、啊，你讲嘅情况点解会变到咁极端都有噶？哦，打错咗添。哦，因为咁而嚟参观。系啊。系咁会唔会因为头先我哋嘅胆量测试，搞到你短命多几年噶？啊，唔会，冇问题噶。我反而对呢种造型技术好有兴趣，好似会好好玩咁啊。哦。嗰件是我前年做出嚟嘅作品嚟嘅、哦，吓、啊，真系好犀利啊！最特别嘅系头部呢个粒位好有实物嘅感觉，好有真实感啊！哇，嗰个位系以前俾个女会员踢成咁样嘅咯。啊，请问，呢度呢一啲损坏咗嘅道具，唔、啊、知可唔可以借俾我咧？吓、啊，睇到呢啲嘢就刺激到我。所以我想试下修补翻佢哋啊！好啊，冇问题啊！呢度里面嘅工具你可以随便用噶。真系唔该晒你啊！唔好意思啊，突然嚟打搅你哋添。唔使客气，你嗰颗热爱美术嘅心一定要好好咁珍惜啊！哎呀，我几时开始会有超能力嘅咧？唔知点解我可以睇穿人嘅内心啊！话时话，既然有齐晒嘢喺度啦，不如搵个人嚟吓吓佢咯，好唔好啊？啊，系啊，你都系咁谂啊！我好有信心啊，一定会比会长你头先个样仲更加得人惊嘅。哦，你好大口气咁噃，系咁就要比赛下，究竟你得人惊啊，定我得人惊啦？我会出去等你准备噶啦。呢度啲道具会长你全部都好熟嘅，咁我咪好蚀底。只要消除会长嘅记忆，咁样咪得咯。好啊，好啊。唔通测试胆量嘅游戏已经开始咗？啊，趁而家我仲记得，要去美术室嗰度啊！嗯，做咩啊？你漏咗嘢啊？今日上堂嗰阵，发觉有个画架系金属扣坏咗啊，所以我咪谂住过去整翻好佢啫嘛。哦，咁唔该，顺便你睇下耀室嘅美术部啊，唔该你。乜美术部嘅顾问唔系细本老师你咩？你头先明明话会去噶，你过去得噶啦。过去望一望佢哋就得噶啦。系啊，仲有啊，如果佢哋有咩行差踏错，唔该帮我教训下佢哋。行差踏错，咁讲咩意思啊？已经修补好啦。哇，型啊！我喺度加咗一个简单嘅机关。哇，犀利啊！个黑幕开咗啊！究竟佢啲反应都做得几好？你教下我啫，你啲唔系发宝胶嚟咩？咁有水平嘅作品，你真系不愧系艺术科嘅学生嚟啊！你过奖啦，我嘅水准仲未到家噶，但系
听到你咁赞我，搞到我而家变得好想测试下自己嘅实力去到边度啊！变晒样嘅，睇嚟艺术科真系有好多怪人啊！你讲嘅人唔包括我噶嘛？如果想揾人做测试，我可以去包房随便揾个人嚟。我谂应该仲有人未走嘅。哦，我麻烦你咧揾个反应好啲嘅。哎呀，瑞苑同学，嗯，宇座美老师，啊，而家美术部整紧啲嘢，细本老师托我嚟睇下你哋嘅活动情形噶，你哋今日有活动嗬，贴晒告示喎，嗯，系啊，请入去啊，进行紧嘅活动好精彩噶，因为我哋今日用咗黑布幕，所以老师你要小心啲啊，又真系喎，黑成咁嘅。但是如果想深一层的话，吓一个三年级生呢好像不是几好感的。好啦，有人入嚟啦。哎呦，是宇座美老师啊。咩话？是那个靓女老师啊？大好机会嚟呢。他做咩突然咁兴奋啊？啊，这样可能会被老师闹的。可以被宇座美老师闹，我是求之不得添啊。只要令他的记忆里面有我，那就得的了。我嚟啦。佢好似唔知自己而家系喺度自掘坟墓咁样喎。不过可能要再美老师短期内因为太惊延咗佢活动时间嚟美术部。系咯。哎呀，点解你会喺度嘅？要再美老师，我头先好似俾啲嘢吓亲啊。啊，不过我唞下就冇事噶啦，我唔会俾佢吓到我噶。哦。啊，个墨架都留低咗添。啊，点算好呢？老师，你冷静啲先啦。啊，而家点算好啊？虽然唔系我知发生咩事啊，但系既然系咁嘅话，我会尽快帮你拎翻出嚟噶啦。啊，系咁，拜托晒你哋啦。仲未老师入园去下到脚软，拜托你哋啦，唔敢再行入去攞翻个画架出嚟。但究竟有咩咁多人惊啫？咪系咯，老师佢日日都嚟美术室噶。有咩事啊？俾我睇下。我去错地方啊？系咪啊？应该就冇啦。几多钱啊？几多钱一个啊？谂住下个入嚟嘅人系细本老师，就可以吓佢吓翻旧本。又会有班唔识嘅学生入嚟嘅，点算好啊？有咩点算啊？无论系咩入嚟都要照做噶啦。我谂我应该可以应付到嘅，冇问题嘅。我都系啊，而且 GA 我都算系前辈啊。好啦，我哋系有目标，唔系咩人都吓噶。佢哋呢班细路根本就唔系我哋嘅目标嚟嘅。我谂佢哋应该唔会有咩事嘅。你哋放心啦，你平时好有良心噶，水渊前辈，点解你而家会变成咁噶？原来艺术科啲人系咁恐怖噶，但系咁样牵连到一般学生嘅话，系咪已经超越咗活动嘅范围咧？俾人评为活动性质恶劣嘅话，就要俾人处分噶啦。你就放心交俾我啦。经过头先学完宇宙美老师之后，我已经预先装好咗啲嘢啦。乜嘢嚟噶？大家睇下咩嚟噶？哦，嗰啲纸系咩嚟噶？虽然夹硬叫他们帮我手，但是我身为老师没理由什么都不做的。做什么宇座美老师？嗯，你为什么坐在地板上啊？啊，细本老师是因为啊。啊啊，哥哥，他后面有点东西啊。你做什么啊？宇座我条颈子被冷静的东西接到啊。唉，这里真的很多污糟东西，看来要喷下杀虫水才行。你是不是说真的？月月是这样东西了，看看上面啊。是将个浸湿了的海绵吊在上面啊。只要知道是什么的话，根本就没什么好怕的。那又是，只要小心上面就得了。突然甩了下去，还以为什么事添。一方面引人望向上面，另一方面就将一堆海绵铺在地板上面。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你今天闭了，野田现在在吸引邪恶的能量啊。
喂，头先个机关系嗰个二年级生整噶。布置呢啲机关嘅系宝川，但系谂出嚟嘅就好似系嗰个二年级生。有佢喺度，我心都定啲啊。佢外表斯文，原来都几大胆噶。点解你会突然？冇错啊，因为佢系拣 G A 嘅，好多男仔都唔会对呢啲手作有兴趣嘅。只要拉下呢条绳，就可以伸到手出去。吓、啊，犀利喎！居然可以做到咁。边度系啊？其实个原理只系好简单嘅咋。不过我身体差，有啲嘢我做唔嚟啊。到咗关键时刻，要借助宝川同学帮我手，可唔可以拜托你啊？好啦，交俾我啦。到咗关键时刻，佢系唔想整污糟自己对手啫。啊！呢个啊，头先系咪双眼发光啊？机关在后面，岂有此理啊！匿埋唔俾人见到，然后就鬼鬼祟祟咁吓人。如果俾我找到佢的话，我就知味道啊！而家已经慢慢识得点样同会长相处啦。如果正面俾佢踢嘅话，实会俾佢踢到重伤都似啊！哇，呢、这个地方做得好有心机啊！啊，月月啊，快啲过嚟我呢一度啦！大奶三子，我惊行唔到过去啊，好多好多人惊嘅嘢啊！哇，嗰、那个女仔就嚟喊金仔啊！不愧是历代美术部会员的作品、啊、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用自己整出来的东西吓到人哋喊嘅话，真的觉得灵仔有满足感、啊、所以鬼屋无论在什么年代都咁受欢迎啊！月月就等我来帮下你啦，你放心啦，我会令你不再怕这些人所做的事的。嗯，哒哒，全部要怪到好似变成抽象画咁样啦！我哋都唔知背嘅心血结晶全部冇晒啦！呢、这个一年级生点会咁大胆有噶？你哋又唔使担心喎、啊。我已经估计到会咁噶啦，我估到佢应该会咁做，所以加咗中奖元素入去啊！中奖。一个写住出口，一个写住严禁开启，是陷阱嚟，但是、啊、可能是啊。我要揀啊，就要做揀呢道门啦、啊。多出嚟嗰啲道具收埋喺呢度好唔好啊？不过要写明唔可以打开至得、啊。嗨，点解大家唔将啲整好嘅作品带翻屋企嘅？我有种唔好嘅预感啊！而家对眼转到好似漫画咁样啦！你做完要做嘅嘢啊，就尽快出去啦，有啲唔得啦！我觉得如果而家出去嘅话，就等于认输啊！哎呀，喂，宇宙美老师头先话系话咗啲乜嘢啊？我唔知啊，喺度求其拎样嘢翻去咁咪得咯？到底系乜嘢啊？阿雅，你快啲谂办法制止有剑啦！系咪制止到佢就得噶啦？不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添，真的好啦，你哋翻嚟啦。我谂呢度应该有一样系你讲嘅嘢嚟啩。啊，简直好似打完风一样啊！呢啲就系所谓嘅毁于一旦啦、啊。哦，我都谂到样嘢啊，系鬼屋啊！经过一年之后变成鬼屋，点样啊？一年后班啲年级生入到嚟，吓到走狗，跑啊！冇几耐之前先打扫过啫嘛。会长，收咗佢啦。哦、我系第一次。
次喺学校玩啲咁好玩嘅嘢噶咋。但系因为我身体唔系几好，唔知可唔可以每次都参加活动呢？绝对冇问题，当个会员就得啦。理得你系咪神仔呀？喂，我好似仲未自我介绍啊，请大家多多指教。我是 GA 二年级生，我叫做有兼啊。头先嗰班一年级生里面特别活跃嗰个女仔，就是我个妹嚟啦。吓，有兼嘅哥哥当时都喺里面。虽然当时我冇亲眼见到佢啊，但系整埋咁多陷阱嘅人，唔使问，一定就系我哥哥啊。是我的遗传基因告诉我知。唔怪得当时你个样咁唔肯认输啦。你的哥哥份人是怎样的？他是唯一一个我没办法斗得赢他的对手来。啊，你都没他苦？几唔知你的智慧战都是我哥哥他叻啲啊。我一次都没赢过他。每次玩亲他都一定不会让我的。而且因为他的身体一向都不是几好，所以我爸爸妈妈不准我反击我哥哥的。自细我就积埋好多怨气，成日都要出去外面玩嚟发泄嘅。因为咁，原来搞到有兼你而家嘅性格咁样，你哥哥就系罪魁祸首。可恶！吓，参观完美术部就加入咗美术部啊？系啊，因为好似几好玩咁啊。嗯，系咁咪好咯。好多谢你啊，医生。我觉得我会变得更有活力嘅。好啦，希望你找到乐趣啊。是。空洞は